玩抢公事啊！啲五二分二零九月八四二，咁新星学科负面，咁九月十一号之后截止嘛，咁即系话九月十一号系 last day， 当过咗十一点五十九分之后就已经截止啦。咁新星学科佢咩嚟嘅咧？咁有中英数啦，咁如果你啲三科咧，其中一科甚至可以話三科都攞二嘅話，如果你其中一科攞二 level 或者以上嘅話，你可以申請。但係即係我所攞 level two 啦，咁但係我期望老師咁誒，我所科攞 level two， 咁但係我冇收 M two， 係咪都可以申請？咁即係話填嗰陣係咪都要填埋誒 M 一 M 二啊？但係想問，如果我學科豁免之後咧，第日考試係咪都要考數學嘅？呢個係一個問題。第日考試就係即月幾啊？咁呢個第一學期考試啊，或者三個學期嘅時候。食飯前玩我咧都係玩《少林飛行場》，咁就係嗰鋪遇到兩個 hit 卡嘅，咁有一個 hit 卡咩 hero， 跟住咩一堆 L 喺度，跟住之後咧，我同另外一個 friend 即係嗰個唔識嘅 NBC 戰隊兩個一齊揸住個塔喺嗰個山裏面，即係我揸住個釘喺度 KMD 嗰啲人啊嘛。之後望到個 hit 卡講咩啊？對面咩開坦克的是開花，跟住唔知講咩啊？後屘佢攞一支佢嗰啲 K 98K 嗰啲追擊槍係咁啊，爆人頭。啊，所以即係好似即係個個都有一個好，即係可以話係一個好爛嘅理由，就係講咩？成日都講一句咩 ？You cheat, I cheat。你出千，我都出千。但係，就另一嚟講，instead your vision is shit。我即係我都即係呢個意思就係你嘅原因都好難。即係我都甚至同佢講，所想同佢講話。You no skills， 你冇技術，但係對佢嚟講，我哋聽唔明嘅啲。我玩咗兩個小型飛行場，都係攞嚟打散啦。咁到第一波手落個人。第二個私人飛行場，我殺咗五十九個人，唔知係咪，唔記得咗係咪。都可以話私人飛行場呢個 map 咧，都好耐都冇掂過嘅。我記得我最後一次掂私人飛行場咧，係六月頭嗰陣，仲未有。咩戰術或者策略性征服呢兩個 grade 咧，仲未分類嗰陣，都係嗰啲地圖都一齊玩噶嘛。咁最後一次玩就係嗰陣。點解我唔玩嗰啲地圖？因為嗰啲地圖太大啊！你嗰啲敵人走位又好廣泛，你岩壁更加唔得啦！咁大地圖，成話 A 至 G 之期，跟住唔知。啲人走曬邊，你想殺棍都好難。上晝玩 B F 五 W。
这王八这个 level 是一 C。玩 Mindway Day， 唔係我玩嗰陣就遇到一個啩，唔係我跟住之後就玩賣鬼嘅鐘頭，呢本包嗰個人就嚟咗嘛，入嗰、那個啊，唔係唔好意思，另一個，跟住佢攞 poison 就我走輸去第二個玩，但我並唔係，我望我 friend 直播咧，佢原先你冇買嗰隊贏嘅，但係中途輸，跟後屘之後佢走曬，但我就唔知情，仍然都玩翻自己依家個哇，自己個 server。唉，咁再到買個人哋咧，我想試下死十。咁對面隊有兩個車切塔。有一個咩 C cam 咧，最明顯嘅就係我喺 B 店，佢攞支波輪槍，殺兩槍射死我。仲有一個咩 FK 零八咩零八五零嗰個咧，佢放完啲煙之後，跟住亂咁射，跟住先射爆我頭，仲要連死幾條友仔。都有一句你唔信唔緊要，但係我有片嘅，我有片為證。即係個個都，即係個個即係親戚都即係玩啊！點解玩咧？越會即係平時玩真都係個個場就 server 都場誒，個個 server 都有 hack 卡。但係點解今日咁少嘅？我彎個開之後走翻去同翻親戚玩咧，就係遇到一個咩坑。Games 呢個 level 28呢，又係嗰啲 aimbot 啊 ，automatic tech 嗰啲啊，跟後屘玩下佢走衰，都係走身衰，都係可能斷線或者其他嘢。呢日新增11宗個案，佢話有一半都係喺全民檢測嗰度揾到。姐姐今日上嗰堂普通話堂咧，原本三點半完喎，但後屘佢提咗八個字完結。我玩 BM 咧，佢最屘好買過人哋咧，全個 server 成個 server 淨係得24個人玩，跟住玩咗超過起碼25分鐘。我呢一隊有一個336，一個365，跟住過嚟四個，跟住對面隊有一個 Felix 嗰個 Spaghetti 啊，嗰個 Kawaii Bravo OK 咩 IM 都 XT， 另一個 1S 有一個 Hawker。知個中國大陸嘅個 hooker 一堆個一，你睇 S 就知啦。但係個 Felix Spaghetti 呢個咧，淨係揸親都係揸12 gram automatic shotgun， 唔會揸其他槍。佢個 best weapon 咧就係呢槍，殺9萬幾個人。